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儿子的身份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他所赐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，这生命让我们有了神儿子的身份与地位。但对于生活在罪里的人，我们常常把神当作高高在上的审判者，犯了错不敢亲近他，或因环境的改变和各种事物的撕扯，心中没有被接纳的平安，忘记自己已经拥有神儿子的身份。神的灵是安慰、鼓励和帮助，只要我们认识到离了他我们做不了什么，认识到我们需要时时回到和他的关系里，需要在他的爱里建立信心。生活是活的，爱是活的，信心是活的，都需要在生命里被建立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缺少的他来加添，多余的他减去，靠着加给力量的主，旧事已过，在基督里完全是儿子的身份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感恩你给了我儿子的身份，让我从暧昧的光景进入到光明。借着你的话，我认识了真理，心灵被更新。借着你的血，我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有了基督里的真自由。这完全是你的恩典，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时时愿意屈膝降服在你施恩宝座前。感谢你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，让我能够坦然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与软弱，不再隐藏，不再逃避，相信你的信实慈爱，相信自己是你的儿子。你会更新我的里面，你的灵会提醒我，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。或疲惫或缺乏，你都在，因我已得着神儿子的地位。你所赐的外面与里面的富足，永远是我行走的力量。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Thank you.
不语。